面我们讲大成拳炮拳的运用。做炮拳是在炮拳桩的基础上，一般可以做主动的攻击，也可以做被动的攻击，可以前手连出，也可以前后手连环出击。这时候炮拳不是单纯的向前走直线，它是一个向上的弧线，结合由里向外的平行的弧线，两条弧线的交点便是我的发力点。它炮拳可以压着对方的来拳，也可以挑着对方的来拳做擦点的攻击，这时候可以起到连削带打的作用。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慢动作的炮拳的分解演示。做炮拳，如果对方出后手之拳，那么当对方出后手之拳呢，我也可以压着对方的手臂做炮拳进攻，也可以由下而上做挑着对方的进攻，但是不是单纯的上挑，是连化解，连闪带化解。前手炮拳，前手炮拳的作用不一定能够把对方打倒，但是要求把对方的重心打得后仰，后仰以后后手的炮拳才能产生效果。后手的炮拳可以直接打对方的手臂，如果对方的肩胛是散的，也可以擦着对方的下边去打这个炮拳。总之两手的炮拳一定要掌握住实战当中的运用规律，便是可以连发，可以单发，可以左右连环出击。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快动作的近似于实战的炮拳演示。这是向下挑了对方，擦点向对方打后手炮拳。再看一下当对方后手拳出来的时候，我的前手炮拳是怎么运用的，也可以压着对方打炮拳。当前手拳把对方打的重心扬起的时候，可以结合着后手炮拳出击。咱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后手炮拳的运用。再简单来看一下，这是后手炮拳。打炮拳一定要打出弹性力来，不要打成像某些拳种一样打成固定似的，在实战当中这种东西是很吃亏的，一定要打出带有弹性的冷炸力，而且在要体会到势力那种拖着对方往前走，而不是单纯的向前打击。咱们再来看一下左右手前后手的炮拳连击，前手的炮拳连击也可以闪打打炮拳，也可以结合着侧闪步打炮拳。再看一下调整右式的炮拳用法，心机炮拳，炮拳，炮拳是走弧线，要压着臆想当中的水浪，有蓄力如错，挥力如钩的意识。运用炮拳应该注意的要点是，当前手打拳的时候，后手要有蓄力状态，前手击出将要力已经快要接近尽头的时候，这时候正好是后手还继续打出的时候，左右手前这手回来，这手正好出去，左右连击，不要有像出了这个拳收回来以后再打出这个拳，形成机械的东西。如果说出了前手拳收回来再打这个拳，那么对方就会顺着我回收这只手反击过来，这样我就会陷入被动，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到，这是做炮拳应该注意到的。再一个
打炮前一定要打出离心力来，弹性力和离心力。把拳头扔出去，身体是一松，然后拳头有一个自然的扣紧。现在讲解大成拳前锤的运用。尽管在单练的时候前锤的运动作幅度很大，但是在运用的当中一定前锤的速度不能大，要紧凑短促的发力，在护住自己脸部头部的同时做身体的横向转移打出前锤。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慢动作的前锤的演示。当对方不管他出一般前锤都是针对对方走直线，我以横打，以横打来破坏对方的向前的直立，这时候前锤的作用才能有效的发挥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慢动作的前锤运用，可以后手前锤打击对手的这个手臂，当把对方手臂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随机打左手的前锤，也可以调转右势，当出前手拳的时候直接打对方手臂，也可以打手臂不打的手臂擦在对方的点上头，粘住这个点起身，粘住他起身，对方必然要收拳，这时候必然他要自然而然的要往回收拳，这时候跟着他的手臂回收上步起身，再打左手的前锤。我们看一下快动作的前锤用法，这是对付对方前手拳前锤的用法。再看一下对付后手拳慢动作的分解演示，粘住这个点起身，趁他回收的时候迅速的跟对方的节拍形成一个节拍，对方收拳正好是自己上步起身的时候，这时候顺势打出后手的前锤。我们再来看一下快动作的分解，直接打对方的手臂，直接打他手臂，把对方的手臂以横力破坏他的直力，这样这时候我就可以施展我下一步的进攻了，这是拳锤的基本用法。打拳锤看着我的手够得不远，但是我并不是靠手臂伸直往远处尽量伸直够对方，如果我尽量伸直够对方，容易造成我的重心向前的失重。传统武术界讲究七分步法三分拳法，这时如果我的桩法不被破坏掉的情况下，如何追击对方迅速后退的对手呢？这时候要靠步法，要靠我们平时长期的艰苦的步法训练，形成轻灵的迅速的能够跟上对方后退节拍的时候施展左右拳锤，前后的炮拳都是这样，一定要记住七分的步伐三分的手法，这时候要靠步去打人而不是靠手去打人，手已经形成经过火焰章的长期训练已经形成了自然的东西，如果人刻意的人为去破坏掉，这种发力就会和平时所练的火焰章形成脱节，要用步伐去够它，而不是单纯步伐不动光靠上身去够它，如果上身够它的话，重心就会向前失重，对方就会顺势牵引我，这时候就会造成我的极度的被动，而我以步伐为主动性来，以步伐的主动性来进逼对手，这时候对方后退我可以继续进行颠步激情步，也可以做侧闪步的前锤打击对手。所有的炮拳的原理运用原理步法和拳法的比例关系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介绍大成拳它
踏掌的运用。做踏掌在一开始最好是预备事用我一开始在肩架运用的时候想到的活动的肩架又最好是用由里向外画弧线的这种活动的肩架。在这种肩架的情况下，根据对方的出腿防住他，出手形成一个左右的开合之力，开中有合，以一个手臂来护住自己头部，把对方的手臂挡住，然后顺势的踏掌打击对手的肋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踏掌慢动作的演示。踏掌在运用当中应该是使用活动的肩架。轮番的护住自己的中线，逼向对方的中线。这时候对付对方的摆拳，对付对方由外向内的攻击非常有用。比方说对方出横摆拳的时候正好一屈身重心下沉，使出右踏掌。看一下快动作的踏掌运用。这是踏掌运用，再来一遍。再看一下左踏掌的运用，左手踏掌的运用，跃向对方的肋部。突然的重心向沉，使用掖掌打击对手的肋部和腹部。运用踏掌的要点，不管是左手踏掌还是右手踏掌，要调整好两手的相互关系。一个手掌心向里回护自己的时候，便是另一个手触手踏击对方的时候。踏掌的力量的走向，它是一个向斜向方，整个人有一个向下整体的，不是光是低头的，整体有一个重心似失重而又没有失重的卑微之力。在活肩架的时候不要形成一种固定的，因为对方不是一个等着让你来打的对手，这时候一定要用活动的肩架，运用蛇形步或者三角步、瞅准最好的时机，最好是对方出拳出到半截的时候已经收不回来的时候，明显已经是时不可能是诱敌招数的时候，这时候大胆的起身，重心突然下沉，打出踏掌。现在我们介绍大成拳的掖掌用法。掖掌可以用来对付身后之敌，它是侧重于混元桩拧果状态下的一手回护，一手掖向对手中下盘的一种打法。这种打法的运用肩架可以用在护头的情况下，两手护头的情况下轮番做由外向里弧线的与对方之间的周旋。注意不要把两个手的宽度不要过于大，因为这样容易暴露头部的要害。注意提膝护裆，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最好的机会来用掖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掖掌演示。做这个肩架要注意肘往下坠，形成一个小臂斜面向前的搓劲，既可以护住自己的肋部，也可以用一个面来防止对手进行对我中下盘的突袭。这时候就可以做两手轮番由外向里的活动的肩架，在这种肩架下跟对方形成碎步的
进退迂回的周旋，在这种周旋状态下瞅准时机运用掖掌。咱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演练，不管对方是直拳或者是摆拳或者是上勾拳或者是一些其他拳法，掖掌都可以把它用上。咱们再来看，假如说对方是后手直拳的时候，我是怎么用掖掌的，也可以上步，如果机会不合适没有上步的时间，那么时候可以直接做掖掌。现在来看一下快动作的掖掌演示，就是掖掌，左手掖掌，同样先看一下慢动作的演示，先把前脚拉回来，向旁边横移，让过对手的锋芒，这时候向三脚步另斜前一点拉过脚，然后前脚趟出发掖掌。现在看一下快动作的掖掌，运用掖掌要注意，当出掖掌的时候，手和头部形成相反的运动轨迹，它不像出炮拳以头领身，以身推手一样，它是呈相反的整理，而且两个手形成左手向斜上方，而出掖掌那只手向斜下方形成整理。这时候头部要和尾椎骨形成相互的争力，各种争力都会在施力当中得到体现，在做勾脱施力的时候要体会这种掖掌的运用。现在介绍打成拳消掌的运用。消掌的运用，它是仍然是两手相互呼应作用而形成的打法，它强调的是整个火拳状状态下横击的力量，可以做高消掌削对方的脖颈部位，也可以做下消掌削对方的肋部。这时候要当手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转肩胯，当转到快要接住打击目标的时候，突然形成一个伸手互撑，上步手到步到，打击部位从指端到肘这一个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消掌运用。消掌仍然是运用活步的身无定位的两手轮番护住自己中线，寻找对方空隙时抓住机会使用消掌。先看一下慢动作，我们为了叙述方便限制了我的助手，他是直拳或者某种拳法，这是一种叙述，为了方便叙述。但是呢，作为一个练大成拳的人来讲，我们要善于在任何状态下使用以上所讲过的和现在所讲的和以后所讲的各种打法，不要让它形成固定的针对某个招式而发出的打法，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太拘束了。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当对方出后手的时候，这时候的进击就是他往前走，我斜线前拉，就像我脚下的阴阳图一样，他前进我也前进，这时候我们俩正好类似于擦肩而过的时候，把后脚带上来削对方的肋骨。看一下快动作的消掌运用，正好是敌来我去，形成近乎擦肩而过的时候带进后脚，吸住对方，切断对方后路，这时候顺势使消掌削于对方肋骨。
再看一遍，做一些的假动作，不要让对方看出自己使嚣张的意图。要切到对方的身后。还有一种高嚣张，高嚣张的运用，它是在形成对手出后手拳或者前手拳的时候，现在我们设想对方出后手拳，正好两个手我形成一个合力，控制住这只手臂，这时候提胯根部拧身打击对手的脖颈部位。我们看一下快动作的嚣张运用，仍然是做一些的虚晃动作。在具体的嚣张运用中，还可以使用适当的挂打，然后再去运用嚣张，挂住对方，使对方前倾，然后跟住嚣打对方的脖颈部位。然后转体打击对手，运用嚣张的要点在于要把握好上步欺身的时机，如果把握不好，上步欺身就等于把自己送上来让别人打。这时候运用嚣张的时候，一定要不要让对方看出我向他某一侧迂回的企图。比方说我要向这个位置迂回，要使嚣张，但是我在肩架的时候我不会向这个地方迂回的，我会不断的知道忽进忽退，给对方造成向我的右侧对方的左侧这一段实行打击，然后在合适的时候突然的拉大步跟进，起身贴住对手。这时候不是手削，这手和整个手臂已经控制了对手以后，要使肩胯的力量，用头部的带动，整个纵轴像大树撼动一样使出嚣张。当两臂相接，我的手臂将要击打到对方目标的时候，突然两手有横征之力，打出瞬间的冷炸力。现在讲解大成拳腿法的应用。有人会问，为什么大成拳没有高腿法？在从拳理上我们知道，如果是高腿的话，容易引起自己重心的失重。虽然腿部的力量远远大于手的力量，但是七腿半边空，这是自古武术界流传下来的，我们不能不对此保持一个提醒。做腿法仍然是两手护住自己的头部，用身体，我以前讲过的，拿对方来拳的时候可以用身体的抖颤之力化解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提踢，做两种腿法的应用，一种是擦地而行，点击对手一面骨，这种腿法的应用它是脚上悠出来的，然后还再用上蹬脚，大成拳的蹬脚，在对方下盘适当空虚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我的上盘时候，这时候我可以用蹬脚蹬击对方的腹部。我们来看一下点脚蛇，也就是蛇形脚的慢动作演示。做点脚，既想踢到对方，又要防止对方的腿法进击，怎么办呢？这时候脚下要不停的移位，让对方也产生移位，不让他有踢脚的机会。如果对方贸然的出拳，这时候我可以是就可以运用点击对方，一个手前往向前指住对方，这时候这是点脚的运用。再看一下蹬脚的运用，两个手护好自己头部，
登记对方的府，把力量悠荡出来。适当的做一些加快动作的点脚或者蹬脚的运用演示。运用脚法的要点我们要记住，运用脚法踢出不是腿部简单一个膝盖的简单屈伸，它是身体产生的悠荡之力，整体的力量。如果做慢动作我们会看出，当我脚踹出去的时候，我的身体正好形成一个后微微的后仰，这时我的头和我的脚形成一个前后的蒸力，这时候我的力量才会达到一个最大。点脚也是这样，虽然我的点脚是擦地而行，但是当我踢出去的时候，这时我的身形仍然有一个微微的后仰。这种后仰以不失重为准则，所以必须要多走摩擦步才能练好这两种腿法，用好这两种腿法。在摩擦步当中要经常的体会运用，既要寻找机会去运用自己的腿法攻击对方，要防止对方的上中下三路的腿法攻击，要用身体整体的悠荡之力透脚面而出。当我踢垮的时候，身形有一个略略的前倾，这时候正好是一个蓄力，然后把垮送出去，脚松松的没有用力，这时候垮部力量传导到脚掌上，形成一个自然的前送。要带着空气阻力练习运用这种腿法。蹬脚的道理和点脚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攻击角度和高度的不同而已。一定要护好头部，运用腿法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就招说招的一些大声前发力的一些单一打法，作为初学者来讲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单一打法的运用。实战是一个自由的双方没有限制的对抗，这时候不知道对方要出什么，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练习熟悉组合打法。组合打法这里我们先介绍前手炮拳和前锤接在前的运用，这三种拳法的连环运用。我们先来看一下慢动作，当对手向我发动攻击的时候，我可以用适当的侧闪步用前手炮拳打击对手，打击完了以后也许对方他后撤了，我没有打到他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要这个脚跟进，这个时候蓄好劲，然后打他的肩胛，打他的小背部位。大声拳就是讲究要打实不打虚，明明脸在这儿不打他，因为我一打他他就会架我，这时候我力量就被阻挡了，我直接打他的这实的地方，这时候就运用我们通过混元招得到的强大的混元力，把对方的肩胛打散，打的对方重心后仰，这时候就可以进一步的用左手的塞拳再打。我们来看一下快动作的演示，打肩胛，左手栽锤，三种动作要一气呵成，不要有间断的动作。再来看一下，打栽拳的时候，左手的肘部要高调，
要整个人砸到对方身上。再来看一下，打他这些人俩完了以后打白飞。我们讲过大成拳没有固定的招式招法，所以我这个前手拳也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这时候我根据对方的情况来，对方情况来决定我的打法。也许可能我一个前手炮拳已经奏效了，就不需要我后边两个动作了，但是即使是千变万化的，对手也是也许可能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时候我们假设对方已经躲开了或者及时后退了，让开了我的前手炮拳，在这种情况下再跟我打，用后手的前锤横向前锤打他的肩架。如果对方反应慢，这一拳连手带脸都打到了，也不需要后手再发灾拳了。所以说这三个动作都是可虚可实，可以单一进攻，也可以两个动作来组合进攻，还可以三个动作组合进攻，所以说也可以打右式的前手炮拳或者侧闪的前手炮拳，然后前锤。前锤的目的就是打闪对方肩架，打了对方重心后仰，然后发第三击的时候一定要使整个身体的力量在瞬间传导到前面上去。现在讲解大成拳前手钻拳接后手崩拳的运用。我们先来看一下慢动作的演示。前手钻拳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打击对手，而是粘住对方的出手的这一个部分，然后运用整体的前撞上钻之力逼向对方，使对方重心尽量往后仰。所以这时候我想的不是打他的手臂，是透过他的手臂直接打对方的身体中线。当我的前手钻拳奏效了以后，不要力量不要中断，随时以头领身，以身推手，这时候发出后手的钻拳。我们来看一下快动作的演示。再看一遍，一定要把步伐跟进，步伐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定步伐跟进。运用钻拳接崩拳的要点在于，当对手出拳的时候，虽然我是针对他的前手，但是我的视线我的意识一定要看住对方的后手，最好是通过钻拳的进攻连对方两个手一起封住，力透对方身体的中线，这时候才能逼得对方没有退路，另一个手打不出劲来。这时候呢，我的后脚一定要及时跟进，及时跟进的时候，前手钻拳打完的时候正好跟进，身体是一个崩拳蓄力，然后一气呵成再趟前脚打出后手崩拳。所以说我们做崩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打出后手崩拳的时候前手要有一个上钻之力，这是我们要演示钻拳接崩拳的原因。现在介绍蛇形手接崩拳的运用。运用蛇形手的目的是用突发的力量把对方的视线，引起对方神经的高度紧张，造成对方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出什么拳，这时候以蛇形手的弹炸之力，连续的弹炸之力，这时候把对方的肩架控制住，然后瞅准机会用后手的崩拳。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演示。这种肩架可以用我们以前介绍过的分水式，这时候应该是中距离的，这么远的距离一定要防止对方起腿。是怎么防止对方起腿呢？就是我不断的改变行动的路线。这时候出是一定要打出冷炸的力量来，左右手连环出击，或者我突然看似出后手，实际是我的左手，也就是原来的前手
发出来的时候正好后手蓄一个崩拳。现在我们看一下快动作的演示，打对方的肋部，一闪过对手的来拳，踢住对方的后路，顺势发崩拳，运用蛇形手，要结合着步法训练当中的蛇形步来跟对方进行周旋，迂回周旋，这时候要体现出左右飘忽不定，起伏飘忽不定，让对方摸不清我下一步要干什么，这时候两手一定要护住自己，封挡住对方的来拳，这时候发冷炸力，打出蛇吐信般的蛇形手，然后在对方惊起对方的时候，顺势利用前脚把后脚领过来，这时候形成一个崩拳蓄力，顺势的把崩拳打向对方的肋部。现在讲解猴刀手结合栽拳或者结合腿法的一些常见的运用手法。前面我们讲过，猴刀手的手法要非常快，身法要左右起伏非常的快速灵活，让对方摸不清我的行步路线和出手路线，这时候我的目的是把对方的肩架连番的抓扑，把对方的肩架或用挤或用挂或用推手当中的牵引把对方的肩架扯散，当把对方扯散的时候，注意我的身体一定要踢进来，踢进的时候就是我发重手打击对手的时候，这个重手可以是栽拳，也可以是点脚，还可以是蹬脚。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演示，一般都是先用向前挤的力量把对方的力量封接住，挤住对手让对方产生前顶，然后用向下的挂，可以横向的牵引牵也可以，如果把对方引牵的时候，就可以使顺势的用引牵的这只手发栽拳打击对手的肋部或者锁骨部位。如果是下挂，下挂的时候因为对方重心前倾，有一个瞬间的前倾，这时候可以踢后脚，踢他的迎面骨部位。如果是左手的话，也可能是左手的时候也可以做刀手的时候把这个肩架把它刀散，刀散以后这叫大摆锤，或者踢脚，最后运用猴刀手踢他。技击是千变万化的，也可能重手，我可能用栽锤，可能用脚法，完全不一样。这时候我们来演示一下快慢相间的这三种手法的运用。这是大栽拳的运用，猴刀手接栽拳的运用，这是接蹬脚的运用，把对方的肩架引偏或者下挂，顺势踢脚。顺势踢脚，点脚，蹬脚，栽拳。运用猴刀手，它是与其他的打击手法不同，大部分的大型拳打击手法都是以头领身，以身推手，以身体带动局部来发力，但是猴刀手是以局部来带动整体，用两手臂轮番抓扑的力量来带动自己身体的上下起伏，左右迂回，这是猴刀手的运用的要点之一。他第二个要点是，也许有人会问，你两手轮番抓扑对手，自然就会露出下盘的空档，但是前面我们做过大横拳以腹部胸腹部位迎接对方来拳的攻击，这时候我做猴刀手下盘不停的在做自身的旋转，不停在做逆时针和顺时针的
自转动作，对方打到我身上，他的力量自然就不会打实，所以不用考虑对方发拳打击自己身上会造成什么伤害。这是运用猴刀手的要点之二。运用猴刀手扯散对方肩架，这时候也可以打灾拳，但是不一定非得打灾拳，打炮拳、打崩拳，扯散了以后打嚣掌、打噎掌、打踏掌或者打噎掌都可以。至于运用猴刀手来运用腿法也相当方便，这是所以说练大乘拳人经常把这种猴刀手作为跟对方积极用的一种开路先锋手。先锋手除了猴刀手之外还有炮拳，以炮拳来开路，把对方的肩架打散，把对方引起对方的失重，然后再使重手。这另外一种还有劈拳，以劈拳来开路，劈拳先起钻拳再起劈拳，封堵住对方中线，然后再起栽拳崩拳的重手打击对手。现在我们讲解一下，总结一下刚才各种打法、脚法、拳法、掌法的一些战术应用。所谓战术应用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使炮拳肩架的贴身打法，这时候不做，尽量少做左右的迂回，敌动我也动，敌进我也进，这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后移，但是我注重的是以实打实，以力取胜。这时候我可以用打散打的拳，可以用直接打对方的肩架，可以用侧闪步来打他，总之我的目的都是直向对手，直接奔向对手。这是一种贴身斗的打法。另外还有一种游身斗的打法，就是我们所用的活的肩架，尽量起对方的两侧。游身斗的肩架，游身斗的运用战术运用尤其适合各种掌法。然后是嚣掌，要左右迂回，不停的跟对方进行横向的周旋，这时候要左右漂忽不定，上下起伏不定。踢脚，现在我们介绍一下大乘拳抖杆子的一些常见的技法。抖大杆子它的目的在于检验自己桩弓能不能够顺畅的从身体传导到从肩肘到手到杆头，以此来检验自己功力的大小，不断的通过尽力向身外的延长，不断强化这种力量，然后刺激自己的力量在体内不断的传导，强化这种传导的速度和力度。练大杆的要学会吃杆，吃杆的时候两个手不要使劲握紧，如果握紧的话力量就传导不到杆身上去了。要用托鹰桩的力量，一个手向上托，前手向上托，后手向下微按，两手的力度和杆身的重量正好相等，体验一下桩弓的感觉，然后运用虎扑向前的前撞。在虎扑前撞的时候注意有一个拧杆的动作，掌心要含空，掌心不能直接接触杆身，掌心要含空。这时候在我整体前撞的时候，后手和前手形成一个合力，先做一些实杆状态下的施力动作，体验一下空气阻力感。然后找出这种阻力感以后，突然的加快前撞的速度。
当力量传导到肝肾上，肝肾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肝肾从肝肾从根端到梢端形成一个剧烈的抖颤，这种抖颤是向前前撞扎杆扎出来的，而不是像上下晃出来的横向或者画圆晃出来的。这种波浪式的力量，波浪力量它是靠长期的混元桩的训练得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右势，仍然是缓缓的体会一下空气阻力。找一下装弓的感觉。然后千万不要上下抖动，这种抖动毫无意义。掌心要含空。我们再来看踢杆，踢杆就是神龟出水之力。做劈杆就像做劈拳一样，拳论上所说，器械是手臂的延长，单操手劈拳做不好，抖大杆的动作一样做不好。右式的踢杆，再来看一下扫杆。扫杆就是我们所做的消掌以及拳锤的横向发力。外侧的扫杆，换一下右式。再来看一下类似于钻前发力的向上撩的撩杆，练习抖大杆主要是练习向前的扎杆就可以了。注意，这时我的大臂小臂身前身后都要有空气阻力感，这样才能把杆身很好的力量传导出去。现在我们来解答一下抖大杆当中常见的问题，由我的助手来演示。做抖杆的时候，注意头部一定要向上拧起来，把整体吊起来，前期要保持向前的直立，后爬形成和前期形成一个互撑，这时候两手的力度让掌心含空，不要让杆身接触到掌心，这时候是掌心含空，先慢后快。做扎杆的时候要不
你想的不应该是做光是榨干，而要想到大臂、小臂、身前都要有阻力感，杆头也要有阻力感。这是先慢慢先体会体会这种苦逆阻力感，然后再顺势的，这时候有一个拧杆的作用，它的目的是让阳面的肌肉拉紧的力量传导出来。这时候要注意后手也要产生拧果，这时候两个肩形成一个向外的开，这时候突出杆身以后，当屈膝向前扎杆的时候，两个手有一个合力，头的力量，头领起来，以头领身推动杆身，这时候向一尺以外的无形的目标扎过去，要利用波浪的力量。要左右式互换的，经常左右式互换体会。杆身颤抖的程度代表的练习者培养混元力大小的程度。每天这样练习，作为站桩功一种辅助的练习。站桩功站完了以后，可以自己找一根大小重量合适的杆子，每天来测验一下自己功力涨了多少。如果说杆身始终颤不出来，就说明你的练功出现了问题。抖大杆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检验自己功力的大小，看看自己身上某个部位发紧了没有。抖大杆实际上是一种勾错视力，踢杆是一种上下的神龟触水视力，它是一种手臂向空间的延长。意识不要限制在手上，也不要限制在杆头上，要把意念延伸出来，让身体的波浪之力节节传导，透过杆头发出来。这种波浪之力是功力传导的情况下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造成的，更不是上下的抖颤，它是一种向前的自然形成的，符合大自然规律的波浪式的力量。叫身到、手到、步到，这时候力量才能做得更加圆满。再来看一下左式，我们在这套名为大乘拳精粹的系列演练中所体现的、所追求的，应该是先求舒展后求紧凑。作为初学者来讲，应该尽量使筋骨舒展，不管做任何的装法、施力、发力，各种步伐都让它筋骨尽量的舒展，深意放松。这是我们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在不减弱力量的大小的前提下，适当的缩小动作的幅度，逐渐由舒展而求紧凑，由大动而求小动，微动中求速动。微动中，所谓微动就是动作在很小的情况下打出最大的力量来，这是第二。假想中求实际，微动中求速动。在圆中，我们要找出各种发力的个性和共性，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第三个要点。所谓真理只有一个，通往真理的途径是无限的。我们所演练的大乘拳，希望大家能够各自根据自己的体会来丰富这个我们国家流传了几千年、植根于几上千年武术文化的一门优秀的拳种。